今日我哋特別介紹下依件啊，加強加強版嘅發熱背心，係有咩好處咧？恆温最高65度，適宜用嚟做咩咧？話電單車有啱曬啊！暖度比之前嗰啲更加高嘅，之前嗰啲45度，而家依個可以去到65度，一樣有三個嘅暖嘅功能，個暖度功能啊。白色燈25度，藍燈45度，紅燈65度。嗱，咁佢點解有咩好呢？第一，佢棉會厚咗好多嘅，嚇，同埋個防水力會多咗少少，嚇。咁我哋試一試俾你睇啦，嚇。咁同埋佢嗰個厚度比以前嗰啲45度更加厚嘅，嚇，保暖。咁啊有帽啦，嚇。咁同埋頂帽可以除得甩嘅。咁同埋咧。佢用電嗱，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喎，今次我哋公司又出咗一嚿電，同埋今期我哋公司出咗隻35蚊8000嘅電話，咁呢隻電咧比較輕同埋比較細，同埋放落件衫嗰度咧個虛位比較可以擠得鬆動啲，咁同埋啦，上次我哋因為冇教你一個自動恆温啊，咁我哋今次試一試俾你睇下，點樣為之叫自動恆温？嗱，其實同45度嗰、那個之前嗰隻45度版一樣嘅，順便教一教埋你點用嚇。嗱，首先。都是拎翻條線出嚟啦，咁尿袋要開啦嚇，開著插落去。咁平時我哋45度依度會閃幾下，咁我哋依只65號板咧就唔會閃嘅。咁一樣都是長按3秒。咁紅燈閃動，咁你可以唔需要理會。點解叫做自動恆温咧？自動恆温會將嗰嚿電第一時間會加熱加得特別快嘅。咁我哋首先會咁樣啦嚇。拉埋拉鏈開咗之後，見到紅燈閃動，不需要理佢，大概5秒鐘佢會自動恆温去到45度。咁我哋依件衫65度啦，咁佢一去就會去到15度，大概我諗可能一個零字啦。咁件衫已經去恆温65度。當你去到65度之後咧，件衫過熱咧，佢依度會轉咗個白燈，會自動跳翻白燈。咁你可以不需要理佢。咁如果唔夠熱嗰陣時候，你可以。當我哋轉咗白燈啦嚇，咁樣嚇。如果唔夠熱嗰陣時候，你照撳翻去藍燈、紅燈，咁就 OK 嘅啦嚇。咁今日介紹咁多先啦嚇。仲有記住，我哋嗰嚿35蚊嗰嚿8000尿袋啦，特別推介，而家做緊特價。OK， 今日咁多啦。